另外，25号，长征八号系列运载火箭也发布了新构型，新构型命名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，采用双助推器构型，运载能力由原构型的5吨提升至7吨，整流罩直径更大，可以完成更多规格载荷的发射任务，实现一箭多星，进一步提升我国低轨卫星组网发射能力。